后轮组装，先把刹车器装在后轴上，轮子用轴揣进来。内侧螺丝固定，拧紧。另一侧是一样的，挡泥板直接穿上。前轮螺丝固定。拧紧，另一侧是一样的。固定，拧紧。车把，把这个塑料帽先套在车把上，固定卡子，固定好，穿进车把，螺丝固定。卡扣套好，座椅安装。座椅分为两个部分，首先把铁架穿进车架，座椅固定。两颗长螺丝固定，固定拧紧，固定拧紧。下面旋转螺母固定。